其实曼丽今天能有这样精湛的手艺，教出了几千个学员，在这个视频网站有几百万的粉丝，要感谢的人很多。对，其实我第一想感谢的就是我的老公。嗯，我的老公在我创业之后，他给了我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嗯，因为我创业了，然后孩子这方面他肯定是帮我都分担了。嗯，其实还那个时候还小的时候，孩子夜里面换尿不湿呀、喂奶粉呀，都是我老公。包括现在长大了给宝宝扎头发，啊，也是、啊、对，都是我老公、嗯。还想感谢我的两位妈妈。嗯。一个婆婆，一个娘家妈妈，两位都来了是吧？对，都来了。把感谢的话当面说吧啊！好的，来，有请两位老人，欢迎欢迎两位，哪位是婆婆，哪位是妈妈呀？这个是婆婆，我是婆婆啊。在这几年，其实我婆婆对我的付出是很大，她给我很多帮助，她不仅是在孩子方面给我的帮助，在我生意方面，我婆婆给我很大的帮助。啊，就是我在，其实我招了很多学员。然后我们在学习过程中肯定是要有人负责我们的在饮食方面的吃的方面，我婆婆其实你在我印象她是不太会做饭的，嗯，然后她为了我这个她学习了做饭，给几十个人做饭，哦，那也很辛苦，还要带孩子，对，她晚上帮我带孩子，然后早上老早起，然后晚上是到最后一个才走，就是对于我的工作的一个是支持，真的非常感谢我的婆婆。你婆婆一看就特别善良哈、啊，对，我婆婆真的很好。嗯，你看你有这么好的老公，就是因为老公有一个这么善良有爱的妈妈。谢谢。那跟自己的娘家妈有什么要说的？我妈现在是帮我看我闺女，对欢欢真的是百般呵护，特别特别的特别特别的好，所以真的是非常感谢。如果没有两位妈妈对我的一个支持，我不可能现在有我这么好的一个事业，非常感谢我的妈妈给我的支持，帮我照看我家闺女欢欢，谢谢妈。老公有什么想跟妈妈们还有自己爱人说的？然后首先我想跟我老婆说，然后自从干这个行业，她每天就是早起晚睡，每天呢就是不辞辛苦，说实话确实挺累的，我看着的话我也心疼，有时候都已经带着孩子已经睡醒一觉了，他还在那边就是忙那个网上的事情，网上各大平台的一些视频，然后我有时候我个人也不会表达，我也只能就说是默默的付出，他做什么我就无条件的同意，无条件的支持，我呢在后方给他把孩子看好，让他家里面不用操心就行了。其次两个妈妈，我也就是说是由衷的感谢，平时看孩子确实也累，孩子也闹人，确实挺辛苦的，嗯，真的非常感谢妈妈呀爱人啊，这一番话我们这曼丽也是眼眶红红的。嗯，其实能够感受到曼丽的这种倔强啊要强啊，是吧？你太瘦了，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确实我没在做这个行业的时候，说实话我很爱美，真的是这样子。自从做这个行业之后，我老公都说我是男人。因为什么？因为我其实在孩子这方面我经历过孩子这个苦难之后，我感觉其他的对于我来说都不重要了，什么美，我感觉美就是建立在我是自信的，我能当一个称职的妈妈，能把我的孩子都能健健康康的，家庭都是幸福美满的，我感觉这个就是我最起码我站在别人面前我就是这么自信，我就是这么美，不是在外表的美，而是心里的美好。对。